快就结束了吧？没有，这种机会很难得，哎，要意犹未尽，不是讲你就拼命的，哈，那还剩半个节目呢，我都还没开始，你就讲要结束，啊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我们要紧接着的就是，哎，张立文老师、谢元香老师、涂美淑老师、陈丽玲老师、高丽坚老师，还有陈林淑珍老师，被我们收票的目的是潇洒走一回。来，欢迎这位跳舞的黄色的小姐，这位跳舞来。